我爸死了吗？等他死那天你才靠我好吗？哎，哪里有人讲这么无情的话？两天就吃饭了。为了这种事情叫我请两天假回来，还没有吃饭，你不会带他去医院吊糖水吗 ？Sorry, Mr. Evan. Yeah, I have something on now. Can I get a few more days? I'm really, really sorry. 什么烂盒子？他的生日，孩子啊，人生就是一杯茶。在我成长的岁月中，我只记得所谓的人生，只不过是热茶入口的第一道苦。而这一道苦，是那一种刻苦铭心的苦。苦得甚至让人忘了会有苦尽甘来的一天。可是到了今天，我发誓再也不会忘记小时候写上那一句话。人生就是一杯茶，趁热的时候喝，千万不要让它贪凉了。